我们呀扒了很多的这个春笋回来，这个春笋呀现拔回来做的是最好吃的。今天晚上我打算来弄一个凉拌笋来吃，好久没吃过了啊，波哥。嗯。要很多笋的时候才来凉拌，因为凉拌的时候就要凉拌的多一点，说明完了还可以放冰箱，可以当零食吃，也可以下饭吃。特别好吃。一般我是当零食吃，是吧？嗯、连小朋友都爱吃。过来有那么多的，可以了吧？再多一点、啊，多吃一点，粉吃多了减肥，减减你肚子里的油。我减个屁的肥，笋要用腊肉炒，要放那么多油还减肥？越吃越肥是不是？我凉拌嘛，吃的是不是减肥？凉拌差不多。每次竹笋炒肉的时候，就拼命装饭。哎，减个鬼的肥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这下真的差不多了啊，有这么多了，不弄了，差不多多了有半篮子吧。不过我们那边还有一袋子，这几天都有笋吃了，这些叶子这么多，就这么一点点笋，弄到那个地上面去可以肥那个地啊。水开，下锅焯这个竹笋啊，多煮一会儿，煮熟了。煮熟后捞出，放凉水中备用。凉水过一下呀，它这个脆脆的感觉还在的。我给见娃去了，等会娃一回来就有小零食吃了。这个笋呀，要撕得越细越好，越细的话它就越入味嘛。笋已经被我撕成了这种小丝丝，一点一点把水稍微起干一些，再放到这边。食盐、生抽、蚝油、一点点醋、香油、辣椒粉、蒜末、焦肉油。已经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香味，波哥你闻到没有？闻到了，好香啊！天哪，我先来试一个看，看一下盐味够不够。嗯，蛮好，刚刚好，来，你吃一个来。嗯，超级好吃。嗯，是不是？嗯，好好吃哦。叫到洋洋来，让他来吃小零食。快点，你妈妈给你准备了小零食。哎，干嘛呀？敢不敢吃这么红？不敢。一点都不辣，那我就冒着生命危险尝一口。辣吗？点都不辣。好吃，是不是跟超市买的那个小零食一样？一点都不辣吧？我放了不辣的辣椒，就比超市小零食还好吃。这就是，哎呀哎呀，下次还做不做？做。有那么好吃吗？爸爸给你。干嘛吃完娃？吃它的苹果，突然它就不香了，就想吃这个是吧？哎，这样搞的啊？当盆子啊？没事，吃完了咱又做，有什么关系？咱们家有的是笋，是不是，洋洋？嗯，看着，好看。